十五年前的现在，十五年前的无壳蜗牛运动，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先生，他跟我们坐在一起，他参与了草运的活动。当时的马总统是市长，他参加了无壳蜗牛的运动，照片在这里，他与民众坐在一起，你看笑这么开心。再来，他也上台计时。那当时的马总统愿意跟居住正义站在一起，所以今天市长无壳蜗牛25周年，我们举办的草运即将在10月4号的仁爱路举办草运晚会，所以我们草运团体很希望邀请马总统可以回到无壳蜗牛运动，与民众站在一起。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要告诉政府，我们不相信他们有推动居住正义的决心，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有为居住正义而奋斗到底的决心，所以10月4号我们是玩真的。我们现在路权也申请下来，我们现在活动也正在设计，我们下个礼拜会正式把10月4号的活动那些相关的活动的细节正式跟所有民众来宣布。我们邀在这里公开的邀请所有民众在10月4号的时候一起来夜宿仁爱路，一起表达我们的愤怒，一起告诉政府我们真的就得送给我们，一定要表达我们的愤怒，让他们知道说居住的正义这个问题他们不可以再推诿。刚刚就像刚刚义中讲，不可以再派江宜桦讲那种10年34000户，不可以再派张盛和讲那种什么免税3000万的门槛来糊弄民众。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居住正义，真正的五大诉求都要落实。我们说薪水倒退15年前，这15年从马总统参与无壳蜗牛运动以来的15年，人民的薪水实质薪资完全没有上涨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房价整整涨了3倍。就以最基本的数字来讲，10年前台北市一间公寓平均是690万元，10年后的今天，台北市的房子已经从690万元涨到2144万元。这个代表的是说，房子涨了3倍，薪水不动，而房价所得比达到15.1倍，创下世界第一。很多人说，年轻人你不要买台北市，你可以往郊区买啊，往蛋壳区买。跟各位报告，蛋壳区的新北市房价所得比12.67倍，一样是世界第三高。所以在这个台湾的居住正义已经濒临崩解的时刻，我们草运团体发现，当年参加无壳蜗牛运动的马总统，在今年的5月20号，他在中国医药大学就职6周年的演说里面，他说他要加速实现居住正义，让青年住得起台湾。总统在演说表示，我们政府显然做得不够好，所以政府有责任，政府要改进。草运团体非常高兴听到总统其实愿意跟年轻人站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，等一下我们会递陈情书给马总统。草运提出的是五大诉求，所以他们不要再针对我们五大诉求把它拆包来回应，这第一件事。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回应，像江院长的回应只回应社会住宅，我们讲我们有五大的诉求，包括税制的改革，包括公有地，包括居住权等等的问题。所以第一个部分，我觉得他们的回应根本是没有诚意，只做局部的回应。第二个，我们很清楚了，我们会在2个礼拜前，其实我们去营建署抗议就讲得很清楚了，现在政府提的社会住宅的方案根本是笑掉人家的大牙。刚我们讲过嘛，10年盖34000户，我们告诉你它这个量以韩国的标准一年就盖完了，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不要拿出来，这是一种笑话。第二个事情是我们社会住宅的量如此的缺乏，它现在还是提这种，未来盖完之后也不过把我们全国的社会住宅总量提高到0.4%，跟我们觉得说一个5%国际标准最低标准差距何等之远。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特别强调是，我们一直在讲的是
社会住宅的推动，关键是政府的决心跟机制。所以最后我们需要落实到，特别是住宅法，要来修订说，未来台湾有没有一个专责的机构来推动社会住宅的新建，有没有一个专责的裁员来有一个稳定永续的来推动社会住宅。这个部分上他们完全不回应，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每次这种讲法就是选举口号。四年前在上一次五都大选选举的时候，马总统他讲说要盖社会住宅，挑了五块基地，我告诉大家过了四年一户都盖不出来，这就是台湾的行政效率。现在四年过后又要再次选举的时候，他又要讲十年后可以怎么怎么样，我们如何能相信？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我们要公开的谴责，特别是江院长，他一我觉得政府一定要拿出诚意来回应朝运的五大诉求。谢谢。夜宿仁爱路一零四，夜宿仁爱路一零四，夜宿仁爱路。马总统回娘家，马总统回娘家，马总统回娘家。一零四，夜宿仁爱路。就是我们朝运团体十月四号要举办那个夜宿仁爱路游行活动啊，因为你们的总统在十五年前的乌克光流运动，他有参加，那他也表示，然后你们总统在今年的五月二十号也说，他要让年轻人去台湾，所以我们觉得总统应该是跟我们站在同一条线上，所以我们这个承诺，我们这个邀请函里面，给你大哥拍一下，我们附上一张，我们附上一张这个所谓的五大诉求承诺书啊，那我们观点，我们朝运团体会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总统，还有那个明天会去找蔡英文主席签署，然后还有我们会给六都的市长候选人签署，然后至于有签或没签，我们统一会在十月十号的朝运晚会上公布，让选民全国民众检视究竟哪些政治人物是空口说白话，究竟哪些政治人物是骗选票。那当然也请这个科员带我们转告给马总统，请他愿意签署。好，这样里面还有更详细的资料，就是我们五大诉求的所有资料，也请总统看过。